学镖铺的帅小伙，出身牛犊不怕虎，我是初入江湖进田谷，扶唐老太太过马路，还帮邱家小姐捶领子，哪怕是荆棘铺满路，咱绝不认输。我先我纯阳瓦，梦传湖跑水上漂，聂云扶摇舞剑挥刀，朝着梦想死劲儿撩。武林路滑，全靠良心，天下复杂就靠嘴平，江湖路远不包，留下干一胆沈剑心。我是这座城市中的神秘大侠，我已经在长安城中行侠仗义数月，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三姐心，衣服被吹飞了，帮忙拿一下。长安城已经今非昔比，江湖动荡，社会道德沦丧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诉诸犯罪。老板，不要辣。这座城市在罪恶的泥潭中挣扎。小心他！我深知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神经病啊你！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夜莺的那句话：“你能在我的美貌下坚持这么久，想必还是有些实力的。”不是这句。城市在呼唤我，而我将成为这座城市正义的象征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摔的？放开那位，放开那位老人！是大侠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很难办呐，如果他们屈服，有很大几率会被碰瓷。进去。但如果不服，他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。今晚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夜晚。老人摔倒，竟无一人上前帮助，人心为何如此冷漠？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？到底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好奇妙的感觉，虽然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感觉自己好善良，真的好满足啊！沈大侠，多亏了有你，你是这冰冷的城市里的最后一丝希望。又一城危机被化解，这座城市暂时安全。沈剑心，我一直在关注你，沈大侠，你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。你有好干？哎，你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首富之子，九天鬼谋，大唐第一美男子，都只是虚名。不重要，你说那么多，不要随便给自己加戏好吗？沈大侠，你的能力可以有更大的作为。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帮助，如果你考虑好了，就来这里找我。考虑好了，就来这里找我。我为什么要找你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鬼谋的秘密基地。没事没事，是我叫的外卖。鬼先生是吗？啊，是我是我。秘密个球的基地啊！沈剑心，
引援密见大侠排行榜天字第大侠排行榜地字大侠排行榜人字啊，有了，第497名。不要灰心，你还有大把。太好了，终于榜上有名了。刚才的外卖哥是485名。请给五星好评哟。整个国家每时每刻都有犯罪在发生，你能好好吃饭吗？沈大侠，我们必须想出一个绝佳的对策，拯救整个大唐。这个国家没救了。只要你做到了，你就能跟我一样成为大侠榜天字辈大侠。怎么样，沈大侠，我们一起来拯救大唐吧。我真的很想说不，但是好，太好了，凭借你的能力加上我鬼谋的才智，一定能想出一个空前绝后的完美策略。我觉得首先这个哎呀不行。哎，要不我们算了，没事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是拯救大唐真的好难啊。不要放弃，我们可是代表大唐顶尖智慧的人，我们一定能做些什么的。这边快快跳。好，别这么玩了，赶紧想办法拯救大唐。等等，我知道了，犯罪的必要条件就是凶器。如果我们给江湖上每一个武器都实名认证，只有持证才可以合法使用武器，这样既可以遏制犯罪动机，而且哪怕犯罪发生了也可以更快地定位到凶手。实名认证？对，就是实名认证。你的想法三年前幽天君无名就已经提出来了，朝廷认为这个策略可行并推广实施，但没想到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给坑了。这把剑叫做无名神剑，剑长37寸，由天外云铁。姓名？无名。找茬了？我就叫无名啊。不是你的江湖称号，你的名字？幽冥假面。别拿艺名换，本名。王毛仲。好的，王毛仲的铁剑是天外云铁。少废话，这是你的实剑证，随身带着。血眼龙王，作恶多端，今日你在劫难逃，能死在我王毛仲的铁剑下也算是三生有幸。哇哈哈哈哈，王毛仲铁剑啊哈哈哈哈哈哈。所有人别动，天策府查证。你的持剑证拿出来。我忘带了。你涉嫌无证持剑，来人带走。有点创意好吗？天字辈的高手都是怪物吗？这都能比我先想到。等等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真的以为大侠退出江湖只是因为实名认证的原因吗？试想，江湖侠士每天都要随身携带武器，这对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，所以大侠们都深居简出，越来越宅。如果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们卸下沉重的负担，但到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随时随地拿到武器。共享武器？没错，我们采购大批武器，然后采取分时租赁的模式，只需要读懂武器上的二维码解锁，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任何武器。啊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带武器呀。啊，哈哈，
61分18秒，本次收费白银2000。脑洞的确很大，但很遗憾，5年前大侠榜天字第4位的剑圣就已经试过了。啊？有效果吗？唉，太惨了。终于不用背着那把压力山大的剑了。怎么办？我没有带武器。受死吧！你就这点程度吗？看来这就是人字辈的实力了。啊！女人，女人！根据我这几个月打击犯罪的经验，社会上对侵犯女性的犯罪占了不小的比例。大胆狗贼，光天化日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！大胆狗贼，光天化日竟敢调戏良家！大胆狗贼，光天！兄弟，你胃口真好。这种犯罪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社会男女比例失调，无数男性侠士们根本找不到情缘，久而久之就会堕入犯罪的深渊。情缘有那么难找？这是当下最流行的一首歌，在单身侠士中广为传唱。这边单身狗你们好吗？让我看到你们单身多年的左手。在那眼冒湿了泪，哎呀心疼喝热水，多穿快回外面冷，你忙好梦早点睡。想不到鬼谋兄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这个问题的确所有大侠都没有考虑到。你说吧，我们要怎么解决情缘的问题？很简单，共享情缘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前所未有，惊世骇俗吗？我从未见过有人把青楼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以前我在稻香村的时候，总觉得这世界就是我的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得到。但实际上，大侠们做的事，我又怎么能做得到？你当然做不到。不好意思，玉天露华。那你就别爬那么高嘛！不只是你和我，九天，甚至大侠榜上的所有人，没有人能办到。什么拯救大唐的对策都是我唬你的。不啊，是对你的考验。沈剑心，你有一颗大侠的心啊，但别用错了方向。但是我们身为大侠，不是必须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吗？说得对，不过我们的出发点就错了。我们总想通过一个策略整治好一切问题，总想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做大事，成大侠。其实所谓的大事，都是一件件小事汇聚而成的。沈大侠，你想保护一座城市，可以先从保护一个人开始。每个夜晚，我都在这里倾听这个城市的呼喊，
但我不再是这座城市的神秘大侠，因为我就是……哎，李父，我并不是李父，我是游离在黑暗中的神秘大侠，长安城正义的化身。我他妈才是长安城正义的化身呢！你戴个面具就是神秘大侠了吗？口子本来也都没你这么随意的。哎，别闹了，哥们儿，说好的从小事做起的呢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这个城市在呼唤我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这座城市呼唤的是我。城市透露是，我想回大乡村。失传的秘籍回到了谁手上？高人的指点伴我出刀枪，城外城外车马声熙攘，世间天下就于此开场。牵着小马驹边走也边瞧，冲大象坐卧即是英豪，大胆小帽子看你往哪儿跑，一路飘摇一声长啸，看我功夫高超，嘿，谁惹我我就要哈，休得与我论拳脚。小小少侠不用刀，英雄正年少。二月初八，我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。嗯，小鸡，将我鸡别停！顾师姐，顾师姐，救命啊！